男孩女星求慈炫，有着亮眼的外形进军中国市场后，累积了不少作品，并于2017年与演员于晓光结婚。近期他因参加实境秀《乘风2023》掀起话题。不料日前有狗仔爆出，求慈炫在疫情期间返韩时，于晓光出轨了。曾参与该档节目的离婚女星，两人目前可能还有联络。对此，于晓光也于一日发文回应，愤怒地要求狗仔不要随便诋毁别人的家庭及婚姻。除了强调自己并没有出轨，和家人感情依旧非常要好，更呛下狗仔摘下口罩前来与他对峙。事实上，于晓光曾在2021年被拍到让一名女子坐在大腿上，希望她发文道歉，称以后会多注意分寸。而求慈炫则回应表示，当时被拍到的女子是自己熟识的朋友，对于丈夫引发的误会感到抱歉，两人共同面对风波，化解了丑闻。